人的话都先莫管，请时间帮忙。我最爱的一个人，永远同款。孤单的我要安怎行？思念太沉重，无你每一天要哭找无香。伤人的话，拢先莫烦，请时间帮忙。我最爱的一个人，永远同款。伫现代社会，咱一般拢将猫仔饲来当作宠物，但是台湾人以前常常将猫仔认为是歹吉兆，尤其是关系到乌猫的传说佮禁忌真多。清朝时，宜兰头城山顶出现一只猫妖，后来却变作是猫将军，保庇当地平安，也因此改变着大家对猫仔的歹印象。请收看今仔日《细说台湾》阴阳天猫。我水啊，这阵雨若搁安尼继续落落去，像遐山边的人家会危险。我拄则冒险着有小块地头，雨若是搁落袂停，恐惊要走山。鸟将军大人，我马上出发，将番人引过，焚香拜祭。讲起来，咱做现鸟的嘛是真歹命。向凡人报灾是咱的天职，也毋过凡间人拢讲咱乌鸟是歹吉兆，灾的拢是咱造成的。若看到乌鸟，毋是抓落去拍。吉祥，敢讲你的心肝内一点仔拢未怨叹气？吉祥早就惯习，只要看到凡人平安无事，我会当救几个就算几个，我无想遐济。吉祥一向拢这么软心，无枉苦我自细汉就带你咧身躯边对咧修行。时机嘛到啊，趁周生转世时阵，嘛要点破身躯另外一个魂魄的温源。好听啊！啊，不过土块动静煞愈来愈大，要走山，若无紧从厝内把人引出来，因恐惊有危险。好啊，来吃饭啊！嗯，来探小姐，探小姐。哦哦。啊！哎呦！哎，倒来哦，娘啊！啊好啊，你家走，我走乱，我该收你袂使啊！卖走，卖走！新娘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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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头地人领导有安怎哦？啊，这领导买的菜啦，准备去，赶紧再往里面掠去啦！啊？哦。哇，这只鸟真高水呢，一礼拜鸟草拢会走。阿老伯啊，啊你叫我掠鸟要创啥？你家己看啊。哇！哇你嘞！谢你哦，谢你哦，谢你哦！阿老伯，看办了哦。嗨呀，拄仔去闻着鸟草的味，煞袂记得走，即摆叫人抓起来。天爸啊，这个身体真紧就会变作是安泰，安泰若是去惊着，做出伤人的代志，安尼是要安怎？
我来用我的车，再去得。这上帝是去做什么有代志啊？好，我欢迎你，我可袂当用法术。若是代志愈无愈大条，何娘将军知影我的分票盖在盖上身躯顶，我爱害了。阿多妹，就是，我来找你收厝租啦。赵根明，头头地人你敢唔知？阿土伯因家已经变成安尼啊，你搁要收厝租？我你咧？无啊，干阿俊明，你是咧拍啥？哦，我知啊，你就是看我伤缘投，啊厝内底有钱，所以才会目空赤。不管你大家看到我哦，拢目色歹。你，我也是要找你讲话啦。阿多伯，厝会变甲安尼，我嘛唔知要安怎。租金我今仔日袂当你收，你只要找阿姊，看要安怎解决。好。好好好。阿姐，哪有一只乌噜噜，搁真古锥的乌鸟啊？无真足看，搁唔知影呢。你叫我，是要我放你出去先？你是食饱收用呢？这是我抓到的鸟啊，要抓手真了。你耳孔有问题哦，你敢无听到伊咧叫啊？啊，伊皇宫的人内底，安尼敢会爽快心？乌鸟是不祥之物，会带来灾劫，你敢唔知啊？唔捌听过，安怎？来，乖乖，无代志哦吼。你真正是足讲袂听咧，恨我啦！这人的气味，哪会这么熟悉？我来吃哈，那亲像是周生。阿老伯，这只猫啊，我带你买，你唔要过来为难啊，吼。哦，好啊，啊无怎啊，出的时阵怎拄来啊？安泰，你到要紧，我险要去用百倍，你讲。歹势啦，是我走了伤慢，我袂怪你啦。当初时，你将我的分票拒来，佮分你的身体我使用，予我暗时会当狠心自由活动，是我多谢你。虽然今日真危险，啊，不过我知影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找到周深啊！一世人伊投胎转世，搁只条滚瓶。哎，进来买菜，进来买菜哦，买收大，拢小小买啦。哎，高亮，高亮，买买菜，买买菜，你做梦啊？高亮，哎，请来，请来。啊，要贵啊！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无咱较早甲大收收的好无？嘛好啦，较早休困。嗯，好。你是安怎啦？身体无爽快哦？无啦，可能是食歹巴肚啦。是食啥物物件会当痛到安尼啦？敢毋是最近伤忝啊，甲身体拍歹啊？无迄款代志啊，你想伤济啊啦。一定是你最近大家拢爱做遐尼侪代志，甲身体舞歹去啊啦！我的脚腿无好，无法度甲你斗三工，是我拖累你啊！我就知影你会乌白乱想，我对即马生活已经足满足啊！五年前我流浪到遮，是你甲我救的，啊若无我早就死伫咧路边啊！迄哪有啥？我看哦，一定是天公伯啊，看我孤单，才会派一个细汉的来给我找工。细汉的？对啊，细汉的啊。我只是细汉的。啊，无嘞。安怎？阿哥，你听哦，你敢要去予大夫看一下，叫我来收就好啊啦。我无代志，我来哟。陈俊明。起休困。啊。
好啦好啦，俊明，进去。哇，你豆豆来啊。好啦。你这个病，哪拖这久啊？安怎？咁这严重？骨头嘛无偌久，上济三个月。大夫啊，我这少年嘞，哪有可能得着什么绝症？你着要看清楚，大夫。我无看唔对。天公伯啊，你哪会这么的无公平？害我自细汉就无老母，四界流浪，今麦阁得着绝症，我袂当死。我若是死的，玉桂要安怎？阿爸哪在遐？惠瑞，这一定有问题，我们要来看伊。出来踅街啊！嘿啦嘿啦，我是出来踅街啦，踅街踅街。俺今仔怎会闲呢？我才拄去保证甲生理讲完。对对对对，咱今仔怎会闲呢？对啦，夫人，阿唔知当时有闲吼，甲我做去看戏啊。你要叫我去看戏哦？系啊系啊系啊。哎呀，够啦！我这边送你的啦。这是啊，这哪里啦？阿爸哦，拍这部戏真正是世界两公的啦，恨不得我笑死。你小查某，臭大妈！你先走，别摸我的手。我你咧赵君明，你竟然欺负玉桂十四年啊！陈俊明，你果是你，老实啦！别跑！别跑！那敢不是你后生君明？是你啦！别个怕啦！你可是变鬼变怪！赵老爷，你要做吗？我不来钱。陈俊明。你们大家看到我都在去甲动手，安尼好足困扰呢。明明是你光头白日才约过刀，你一个赵家的大少爷，就到黑白乱来。我赵桂明，阿爸，后悔，后悔，我敢后悔嘞？哈，今日敢是外口你敢母弟母狗，看咧手里，等你才死啦！阿爸，听啦，我要好好讲啦。约过的脚无好，以后。谁会当替伊拆药啊？三个月，我是要安怎对玉桂讲？还剩三个月当活。少年的啊，你目睭唔好好，嘴唇阁无血色。我看哦，你观察软一半。你哎，唔对。是鬼符拢带入去啊！死老狗，你想啊？我才袂死嘞！我叫阿贤，是少年的啊。假使你心肝内吼，若有任何艰苦，那就是问题吼。你做你老实跟我讲，无得靠吼，那我阿贤是会当跟你斗三工。伊一看到我就知影我活无久，敢讲伊真正会当跟我斗三工？但是就是安尼啊，阿英仔，你敢会当熬到三更？我了解啊。啊，既然哦，你请我啉烧酒，我若无甲你斗三更，俺若讲袂得过，你讲对无？我阿你头讲哦，迄鸟将军内底有一个庙公足厉害啊，叫做乌苏爷。哦，伊偌厉害，你敢知影？有才调哦，甲人个性命延续落去本顶哦。真的假的？迄当然嘛是真的。你若不相信哦，我咱两个来小输，假使伊若有这个本领哦，你去请我啉烧酒三个月。
啊，卡数是假的，啊那是假的哦，呵呵，啊那是假的哦，嘿，你都活未过三个月啊。阿英仔，什么时阵啊？你装笑的？嘿嘿，讲到你这囡仔真如，你敢知啊？我咧明明甲你讲过，你都无咧相信我讲的话，你无听人咧讲哦，死马当作活马医。是啊，跟他孙子教你啊，死马当作活马医。哎，我先来。哎，对，哎，无喏，啊你要怎啊？你话听一半哦。是伊，他刚两万。我唔是头家咧。是阿弟，你来找阿是吧？我是正庙的庙公，会当甲你斗三工。你是啥庙公？啊，你就是欧水啊？唔敢唔敢，你跟我继续就好。欧水啊，我叫陈俊明啊。我得到绝症啊。我时间无济啊，你会当甲我斗三工哦？听讲哦，你会当替人偿命对无？这传言真过离谱啊！人的命数是天注定，我敢是一个庙公娘，免了可能会晓。你不如求廖将军，求你身体健康、平安无事。欧水啊，拜托一下啦！你只要会当和我继续活命，你要我做啥，我拢愿意做啦。我讲，我袂晓，就算讲我会晓。我是安怎要救？欧水啊，你唔通见死不救啊！见死不救，你拢要死的人啊！我是安怎要加菜用啊事？哦，我专工来这找你，唔是要甲你搭水果的。我叫你是啥欧水啊？是因为你有本事，遐不过你看起来真个无遮厉害啊！你家己讲，剩三个月通我，我若是你，就袂伫遮浪费时间。我话讲煞。你当走。欧水啊，我求你，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，别看我。走啦！欧水啊！安怎？叫欧水啊，记转来啊！你搁敢讲？迄欧水啊，讲伊根本袂晓替人偿命啊，还讲叫人赶出去。迄谁叫你哦？话听啊一半。你还搁要怪我？什么话听到一半？你讲得清楚哦！你若是讲话袂讲，我就……你着安怎？林凌阳哦，无办法，该借问一下。你即马是地方上的新书，还是船长啊？你敢认识呢？我，你安怎？还搁有啦！这个欧水爷哪有可能哦，当你廖将军的面头前答应你种逆天的请求？哦，你嘛较早讲诶，较早讲，你走拢比我较紧，我较早讲，我话你教。等天黑了吼，你就去欧师爷住的所在，偷偷去拜访就好啊。要唔过，伊偷偷甲我拒绝啦。按时我跟我去，等下甲我定到金气死。啊命是你的啊，要去唔去吼，随在你啊。好啦，以后我搁去一撮。还搁会惜命？我话你教，咱做人就爱捌礼数。我替你穿吼破手礼，安尼吼成功机会较大。哈哈哈！破手礼，介绍，你等下，时间要到啊，这身体得要我你控制。安泰，你莫大家拢莫甲我交代好不？我知呢，我没有廖将军发现我的存在。这啥味啊？臭胖嘞！你在创啥？欧水啊，我唔是挑工的，我唔知你秘伫咧门的后边啦。迄工就是伊，把我关伫人啊内底。
你是要？我是陈祖明，你是咱林庙的记过一面。赵姐妹，足香的。这是我专工传的番薯啦，希望你会介意啦。嗯，好食。家仔啊，你早餐好食一半，阿伯，我无阵家仔放你煮。 希望唔对啊，我甲你回信咧啦。奇怪，这欧水瑶到底咧日时拄着的，那也无啥共款。继续讲啊！我知影，请你替我相命，真正足为难的。嘛知影，这是家庭的行为，但是我真正一无大。欧水瑶，假使你真正会替人相命，拜托你甲我斗相共啊！ 我告一个阿姊要照顾，伊是这个世界上上善良的姑娘，也毋过伊的脚无方便，我若是无伊的身躯边家照顾，伊一定无法度好好照顾家己啊。我答应你，你是是我唔对，我你讲啥？你答应我，你讲伊敢是真实的？真实，我答应，我会替你想。 只要顺一个风，好看的情袂阁有阻挡。你若像别人，草命人春风，我会将你赶出我的心中。对你的脚步，情路海波浪，我要予你顶出笑容。 在，我身躯中，我永远袂放你惦情路生命。